哎，有个事儿忘了跟你说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前两天我去金融街碰见霍晨东了，然后我们俩聊了一下，他现在在帮我。你们俩搞到一起去了？你注意措辞好吧，什么叫搞到一起去了？他给我介绍了几个海外的金融客户，等着我这次出差回来我去聊一下。那你加油哦。就嘴上加油，没有点实际行动。啊。我这耍嘴还是有实际行动。这算是半个实际行动吧。既然霍晨东他帮你，那我请他吃顿饭，你会吃醋吗？你说呢？会吗？我又不喜欢他。那你要不喜欢他，我就不吃醋。那好吧。好了，完美。哪完美啊？你这打的是什么？跟你说了我不会记吗？你不是服装设计师吗？领带都不会打。谁说服装设计师就一定得会系领带啊？我教你啊。怎么了？别，他让过来。我走了。嗯。你们两个在家乖一点。放心吧，我会管好露露的。走了。拜拜。行。